谁看看，大鱼，这是搞不懂是大鱼和小鱼，这是什么小鱼号吧？这大鱼号设计，这是大鱼号，就这么设计的，下面看看，这边是一个小鱼号的设计。这是出口，你看看，就他妈这么着这个设计，每次这个轮子你看这么磨一下，打滑一下，每次都要打滑一下，是不断的上，不断转弯，不断的上。这是半，还有不断的上，然后再转弯，转弯之后，基本上是在这个坡上。看到没？他就赶紧卡在这坡顶坡边上。如果刹车没刹住，车会怎么样？车翻人亡，一直往下溜，会溜到下面，肯定会撞那个墙。最后的结果是车翻人亡。就这种傻逼的设计，他妈那个逼，让大家看一下，都是的。现在一如理解，怎么理解？他妈的，关系到就是生命安全的问题，是吧？怎么理解？没法理解。没法理解。